罗云金，这局你要不赢，你可就没机会了。金金，加油啊！要不你就没有赢的机会了。起来吧，护花使者。谢谢您对我们护工的支持。清网行动是给老百姓保平安的，我们应该支持你们。那有什么情况，您跟我们联系。一定。谢谢啊，走了。啊，再见。谁呀？你好，我是公安局的。你是公安局的？我儿子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我都不知道我儿子哪儿去了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哎，这罗金金天天走访，真是够累的啊，吃饭都看不见他。哎呀，伟轩，你别一个人在这发春，你要喜欢人家你就直说。何必在这这么纠结呢？我这是关心同事，这是想什么呢？少来啊！我真不知道你喜欢他哪儿。你看这罗晶晶一点女人味儿都没有，跟我们家陆兰比差太远了。朱经理啊，嗯，我觉得人家挺好的。好？哪儿好啊？我怎么没发现？你看看他，整天板着一张臭脸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他就是个花瓶儿。你看啊，我带他出任务，还得充当护花使者。文明啊，啊，你行啊，你行。哎，说呀，怎么了你们？啊？鲁新明，一会儿训练场见。谁不续谁是孙子。罗云金，这局你要不赢，你可就没机会了。金金，加油啊！要不你就没有赢的机会了。行了，帮手啊！
起来吧，护花使者。查岗了，你们先吃着啊！我去，又是他女朋友？什么情况？他女朋友经常这样。哎，宝贝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人家想你了。你是不是刚下飞机啊？你女的呀？嗨，那些都是我同事。陆新民，我可告诉你，你不能和他喝酒。放心，我保证不多喝酒。你先回家，待会儿过去找你。行，那你慢点开哈。到底什么情况？啊，你先别着急，慢慢说。这孩子，我算是没办法了，你去跟他谈谈吧。行，我去跟他谈，你放心。等着我胜利的好消息。龙龙，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又换个人来审问了。还是个专业的，我可不是来审问你的啊，我是来慰问的。我刚才已经批评你妈了，啊，太不像话了，又翻人家书包，还发脾气，成什么样子嘛？这简直是太过分了。你都没见他那样子，还在那审问我，就像个千年老妖。他现在外边反省了。他自己也很难过，爸爸也有责任啊。我们平时工作忙，对你的这个关心和照顾都不够，还有很大一部分呢，他是冲他自己，他觉得愧疚啊。当然爸爸做的也不够，他着急。行了行了爸，你就别烦我了。行，好，我就不唠叨了，早点睡吧啊。这小子上来就给我一个直拳，我一闪，砰，一个上勾拳，然后起来他还来个鱼打挺，起来以后奔我扑过来，叫我一个抹脖放地，我砰一拳，站起来还想拿刀捅我，他一站起来就倒下，一站起来倒下，你猜怎么着？这一拳把腿都给打拧歪了。就会吹有什么用？说什么呢？刘总呢？再说一次。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我说了关你什么事？真是那孬种。你就是说了行了，我也今天也不跟你计较。干什么？你们这帮不犯了，伤天害理的事什么都干，今天不跟你计较，回去告诉你们老大蛤蟆，我等着他。教训两句就行了，不用那么夸张吧？有你屁事吗？你小子平时一个字都不说，今天想心花仗义。
战友们，我来了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啊！谢谢谢谢。那个你们都没吃早饭呢吗？我给你们带的。你们怎么俩都不热烈？你看人家带着礼物来的。来来来，太客气了，你这个。来给。我坐这儿。随便坐。好。以后这儿就是你家。好。哎。哎，小罗同学，你这根笔不错呀，啊，万宝龙限量的吧？我跟你说，就这根笔，我这两天刚跟我爸看完啊，我爸都没舍得买，好几万呢吧？多少钱？好几万呢。哎呀，别看了，网上买的，高仿的。哎，我看着就是高仿的，谁会花好几万去买根钢笔啊？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？高仿的，能仿这么像？那你说说吧，你多少钱买的呀？70块钱。这么便宜啊？哎，正好今天韩旭来了，你就一人送我们一根，就当是见面礼了呗。啊。